一个人在导师室里苦读，张书伟不觉得孤单，反而心存感激。老师他就是常常会晚上的时候把我留到办公室写数学，然后让我不会再那么逃避写数学这件事情，所以才可以慢慢的把数学拉回来。导师的这份用心让他逃出数学魔咒，大学学测总成绩顺利拿到70几分。而这只是台南慈济高中的缩影，这次学测全校近30%超越全国前标，近70%在均标之上，60几分以上也超过18%。老师不断的辅导跟引导，让他们可以很安心的在面临学测的这段时间非常紧张的时间，他们还能够有很好的一个心理状态去准备跟面对考试。创校10周年的丰富的人文和品格教育，创造出优质的读书风气。师长的用心，学生用亮眼的学测成绩来回馈。大爱新闻潘真正瑞平台南报道。